preview， 或者叫如果是技术的，还有一个技术检测叫 tech view。它其实是把我们以前的整个的电影工业，就是我们的工作前置了。其实数字远的方式一般是在这个大科幻和大奇幻的这种制作中，很早就用了。但是《鼠胆英雄》其实是个中小成本的制作，而且它的特效量也没有那么多。但是呢，机缘巧合，我们有很好的资源，我们这次想试一下全片的这个数字语言。这样的话呢，我觉得摸透了之后，应该对这个影视制作是非常有好处的。我们这次的扫描呢，这都是在我们真正确定的场景里扫描的，而且扫描的级别呢，已经它的误差已经到了厘米级别。所以呢，就是整个的街道的这个人物的摆放啊，车辆的摆放，道具的摆放，人物的调度，其实跟实际的这个场景是一模一样的。当我们去把这个预演做好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都在另外一个方面是最大的节省了成本，提高了效率。这能够建立一个很立体的感受，比如说数字预演完了之后，我还有时间再去调整剧本。希望用最大的诚意呢，能把这个喜剧做好。所以我相信《鼠胆英雄》出来应该是一部非常有意思、高制作水准的这么一部。